你到越南那边参战过？对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马啊。在武汉这边听说小吃特别多，刚才我在路边看了一位叔叔，他正在做小吃，我们赶紧去看一看。叔，您这是在做什么？做单卷。单心卷？单卷。哦，这是自己纯手工这样子做啊？这很像小时候我们经常吃到的那个东西。我看你手法很熟练，好像做了很长时间啊。好玩，这是驴子，真实际。就好了，这么快。哎呀，好容易哦。简单的很。这不是什么科学东西。那这也是一个老手艺啊。这是我能尝一点吗？可以啊。那我尝这一点点，把这个拿来尝。哦，这个尝一下啊，看起来是很好吃的东西。嗯，很脆，嗯，人家说来到武汉，小吃最出名，你吃365天的小吃，天天不一样。你做这个做了多久了？做了10年。您是在享受生活？打工也没人要了，那你办？我要刚出炉的这些，能帮我装一下吧？支付了哈。啊。嗯。看得出来，这是一个耐心活，虽然不是技术活，但是一定是耐心活。可以拿那个也可以，美女，那个下面那个，下面那个是刚刚打包的，好吃再来啊。啊，看来很受欢迎这个。嗯，基本上都是附近的人在买。便宜又不贵。便宜又不贵。嗯，好吃又不贵。对，好吃又不贵。叔叔的话都还直接用手写这个。啊，包山楂。这个好像不像是你写的字吧？是我的孙女写的。我就说嘛，有点像小朋友的字。小朋友吃这个，别哭了。吃这个好不好？哎呦，吹出泡泡了。是走路不看路，怪谁？我摔一跤了。好好，可以先给他也行。来，先给你，不哭了啊，有吃的了啊。谢谢。一人买一个玩具不高兴吗？还哭？不用剪了，就这种啊。哎，怎么说呢，武汉要看怎么玩啊。哎，有钱人的玩法他可能又不一样啊，像我们这种穷游的那就又不一样了。你到越南那边参战过？对。你这是老兵啊。我那时候打得挺那个的，我一直在找越南那边哪里才有我们中国的那个烈士纪念碑。也是经费，那有多得很，3000里去过的，去的是3月份。那叔叔，那你不是20多岁就已经那个了，参军的吗？我们10几岁参军。有没有您最难忘的事情啊？啊，就没有，你参战的话没有这些难忘的啊，难忘的事太多。太多了，毕竟跨国过去是吧？嗯，开战的时候是蛮紧张的。嗯，是吧？开战的时候。啊，紧张的很。嗯，也都没有打过仗的，又是年轻人，是吧？都有点紧张，特别是那个伤员呐，牺牲那些人呐，那救护车啊，救护车搞不赢的是干的。您身边有没有牺牲的战友之类的？我们身边没有，我们是炮兵。哦，炮兵。嗯。哦，炮兵要相对好一点。好一点。真不知道，哎呦，原来您是一个退伍的老兵啊。40多年了。一晃40多年。已经装好了是吧？哦，谢谢。哎呀，我吃过了，刚在前面吃点面。啊，那我走了啊，谢谢叔叔啊，祝你身体健康，生意兴隆。
虽然这一个很多地方都有，但是这一个我觉得最好吃。视频呢就录到这里，小马现在要开车去往医院。好，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拜拜。